看这里，先关掉电源，先准备好短把套、转把、垫圈。螺丝刀，先打开空气机盒，拿出控制器，找到转把，这里为1、2、3、4根线，转把只有3根线，对插，啊，上上之后，然后打开电源，这里为1、2、3档为数据，选1档为电动。现在我们关掉电源，松掉刹把螺丝，松掉变速器，拔出把套，现在我们不好拔，可以带着刹把一起。首先安装转把。垫圈，安装垫圈，安装把套，把套一定要安装到位，看一下这里有没有安装到位。好，先试一下，然后先螺丝锁紧，可以往上安装。刹把与对面刹把放平，然后锁紧，再锁紧刹把，再锁紧变速。现在这根线跟着这个一起，拿着我们的扎带，对，然后把线捋一下，捋完之后找到2根白线，
这个就是限速，拔掉限速，就时速可以达到32，插上限速，时速只有28，时速只有28左右，对啊。我们插上限速，限速不会超过25，拔掉之后，限速是可以达到30、32。现在我们限速是插上了。你怎么飞过来呀？